其实这个每一个阶段都很深刻，然后我觉得最深刻的是当我们有一个这种活动从开会结束的时候，我们台上的人跟观众全部一起共同一个人。哇，真的是台上台下都是一家人。你会担心吗？我们家一点点，你要不要以学的很深刻，学的来给他祝福一下。我们是学长，不然就有。